哎呀呀，开玩笑啦！在汤还没有烫之前，先让我们的情绪滚烫起来。辛苦各位侦探，大侦探第七季非常成功，成功成功成功，棒棒的！炸炸炸！哎，吴昕，就那个炸开，炸开，炸开，整个一个。这里面最有意思的是我大老师，我大老师七级元老，第一次参加收官宴。哦，就是意思啊。哎，我都因为最后一集没参加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吃饭是赶不上热乎了。你看。其实今天也邀请了很多我们的侦探，但是呢，确实是因为大家工作的原因，而且大家知道呢，最近也是因为疫情，所以呢，是，其实行动不便。那么我们七位呢，是我们这一季侦探的代表，但是呢，我们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侦探在收官的这个回忆当中出现，好不好？好。吃一会儿，吃一会儿，吃一会儿。那么都吃起来了，那就吃起来了好吗？吃起来了。我的天，这也太幸福了吧！是不是、啊？幸福的小锅。每季收官都是吃火锅，好像我之前参加过一次收官也是吃火锅。对。是吗？哦。哎，上一季收官我不在，好像对吧？你不在。我参加了开头。对。上一季收官是哪一案呢？盲城。好，你也不在。啊，我也不在。我是上上季收官，我在当时咱们在那个东北铁路的那一期。对对 对。那是慢车吗？对。对，慢车。欣欣是第几次参加收官？第一次。第一次是吗？啊，来吧，第一次的朋友。来来，第一次，第一次。第一次的朋友。来啊！开心，开心，开心，欣欣笑容啊！欣欣笑容，欣欣笑容，欣欣笑容，心想事成。浩然有觉得这一季有什么不同吗？何必呢？何必呢？不是这个意思。我等你的点，我等你的点。我就是说，就是那股真情，就是在于大家除了愿意奉献出那些快乐与脑力之外，就是他是有感情。而且每一次节目组总是能超越你对那个节目的想象。嗯。因为你一进来就跟着，哇，这个做得这么好。对。然后你看这一季，尤其像第一集的时候，我感觉那是一季的内容，然后都可以在那儿录完。Welcome to the Magic World。包括我们这回录的最后一集，一打开每个人是一个世界之窗的那个小空间，因为我觉得不是我们在跟彼此赛跑，是在于我们为了更好而一起向前，同一个方向的赛跑。所以说，我觉得能够参加这个节目。对我来说也是陶冶，然后对于大家来说都是福气，希望这个节目一直办下去，谢谢各位啊。哇，哎，其实我觉得当我看一期的时候，我觉得最有感触就是老人院那一期。嗯，一群就是从年轻的时候就玩在一起的朋友，然后有一天他头上根根白发的时候，戴着眼镜，然后身影婆娑的时候，他们还能那么快乐，他们还能坐在一起去互相开玩笑，互相讲述自己的人生，然后互相对未来有美好的憧憬。就是你试想过很多的画面，但是你没有把这个画面真正的呈现在眼前。然后我今天看到一个朋友留言，我就挺感动，然后他说先开始看着这些小老头老太太们觉得很可爱，然后突然又感觉如果看到的他们这个头上的这些白发如果是真的话，是不是有一点心酸，就是又会有一点感动。我觉得其实我们心里也是这样。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期许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白发苍苍的时候，我们还能这么欢乐的坐在一起，我觉得一定是会非常美好的。其实荣这一季变化也特别大，就是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，他就是一拿凶手牌或者拿侦探牌，他就会很紧张。对。但现在有时候我每次看到的，我觉得猜不透，真的很稳。
是因为我觉得三个侦探一定有一个是我的队友啊。刚开始的时候我以为欣姐是我队友，但是玩着玩着觉得欣姐真的不是我队友。我的逻辑其实你能听得懂，开玩笑开玩笑，因为你太聪明了。但是后来我就玩着玩着，我那我难道我这一票我就上给了我的队友？跟你聊的时候我差点就跟你相认一下。哇，那就精彩了。凶手什么时候认，怎么释放，这个很难的。对，因为他没有一个具体的标识是大家可以公知，就是比如说我说出这个暗号你就知道是我。嗯，其实没有这个。对，没有。但是咱们在审讯室啊，我非常想跟你相认。你接收到了我的讯号。因为你一直跟我这挑眉毛。我说我做的这么明目张胆，我这是要怎么着？是要写个小纸条吗？说我。您这有一个定律，说有容头容，有心头心。但是其实这一季第七季，您这一直在做的一个事就是突破，一直在突破。包括说浩然以前来了很高能的玩家，但是从来没有拿过凶手本，对吧？但是这次来两期，两期都是凶手。今天他找人讨论的时候很快就叫了我，我以为我们会很快的相认，然后商讨一下我们接下来的策略是什么，没想到我下去之后他直接开始跟我盘起了作案手法。AI 为什么要设计这个停电？停电的意义是什么呢？就有没有可能执行人这没问题啊，你再想想，你再抿抿票。盘了五分钟，盘得贼认真，我都不敢跟他认了。我说，怕这不是个好人吗？但是你今天是把我骗得够惨的。刚开始我也只能骗你了。怎么样？就当时跟你说嘛，我就觉得你身份特别好，就想让你当那个侦探嘛。如果说非要让我在场认一个好人，我只会认容。在和他们看来，其实就会觉得我身份是有问题的。但在我的视角，就是特别给你做好。对，但是最后就哎，因为浩然是一个非常非常投入的人，那、他是连续两次凶手嘛，他这样其实可以藏一点，但是因为他真的很积极啊，又很跟进，有的时候其实会把注意力盯到你自己身上，然后呢，有的时候他就不经推敲了。